你们到底想表达些什么？我来听你们倾诉。说吧。好的，好的。符合我们山东人性癖的这个葱按摩棒。怎么如此有摇滚精神啊？我们班主任经常用这些。这个展览80%东西我就拍，完全不能拍了，拍也发不了，但总之就是挺炸裂的，那么有点开眼界。我把小香放到任何一个展台，如果就那么摆着的话，肯定也会有人过来在就是考虑这个东西是怎么用的，并且答案应该就是怎么说，虽然可能答案不唯一，就是1000个读者心中1000个哈姆雷特，这句话能这么用吗？对，就这个意思。哎呀，我认得你，在家长会上好像见过，你是小兔的家长啊。不知道李维戴森又出什么新品了呢？小兔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兼职，光展我是又饿又累呀，每个香蕉五分吧。小香明显没数，饿呀，饿呀。滚筒的像是，我能用小象鼻子感受一下吗？感受了，费用了，吓人，算了。我也听说了，我也听说了。